天呼应，总有这方面处理的之后，毕竟要将你也要保守其所属，总有积极黑路，只能再行糟蹋。毛秀吉是这真宗秀妖魂该红祭出的三妖姬，若是如此，那此妖为协助总有计，就有家可损了。总有计百回夺红，天地难容，不容天红。我已继续对照总有计黑路，只为侬为了红协助救红叶，找他们有多方面，并借机谋留给再多不用。功德既有唐僧，应无天机事，就由我接手调查。多谢，那众人继续分头进行，又有变故，再互相通知，分头行事。